安尼，我会当是继续讲的哦。你要听无？拍破啊，拍破啊！哎，这个破啊声是你欢迎张医师，对不对？加细声呢，是不是？都快拍！迄个脚吼，迄个刷吼，甲这个脚头，我感觉我已经爬不起来。原来吼，我到伊所在转金门吼，因为迄阵阮小弟吼，我找的这個我唔敢讲阮小弟啦，我的朋友，伊呢？我有甲打电话甲伊求救，啊伊安怎甲我讲呢？伊讲叫我打电话金门的迄个叫做迄个什么警察的有一个什么中心啦。啊我讲吼，我要啊勤务中心啦。啊我甲打电话，我甲讲吼，我要自首，哎、我拖住金门。啊伊甲我讲啥呢？啊你倒位人？我伫台北啊，啊我都要自首啊。伊讲你莫开玩笑啦，你台北人都会当来台湾，想来自首啥？各位，伊讲啊，你即摆伫倒？我的边都拢乌乌一支一支迄个反登陆的，啊乌乌拢一支一支的。啊我甲讲吼，我的边都拢乌乌一支一支啊。伊讲先生，全金门拢是乌乌一支一支啦。歹势，等下再讲，谢谢。人讲江湖一点骨。讲破无价值，无讲你唔捌。志成兄讲了，我讲吼。咱好啦。真歹势，迄个我唔知讲路会遐远啊吼。啊，试一届才知讲爱45分。我就是讲15分就会到。尾也知讲咱无亲像迄个啊，家己某美人讲坐直升机吼。所以较慢一撮啦，但是无要紧，半点钟久，甲点半钟效果同款。这就是要予咱知影讲，咱这边的电话吼，头前个内使关掉，会较光。咱要讲今仔日题目是台湾的献媚啦吼，啊，献媚，我家己是医生啦，啊，医生你就知影，拢爱见血，台湾的血脉献媚吼，啊是讲献脉啦吼，拢会使啦，你的脉搏，你的脉搏。啊，迄个血脉代表就是咱的 DNA。啊，今日讲的袂遐尔，互你真艰苦听啦，毋是遐尔啊，伤过学术的，因为这是咱切身的问题。譬如讲，你住的所在，第一张互大家看，你住的所在就是这呢，这就是台湾自山运动，互台湾形成，互大家有法度伫遮生存，一个真要紧。你的血脉有法度继续的所在，这个所在吼，当你看知影，这是中央山脉。中山脉是安怎来？自山运动来啦，都是大地当造这个。来，咱看下面一张。Next， 再一个，哎，伊这有时来跳一张。这经过世界自山运动，咱古早台湾伫遮，海伫遮有啊。你看啦，海平面遮哦，这海平面下面，这是菲律宾海板块，这是欧亚陆板块。咱伫自山运动的时候，就是释放能量。台湾伫几亿年？前也无啦，几年前也无台湾呢。你讲恐龙，台湾的化石内底你找无到恐龙，因为恐龙伊的遗迹是伫个超过10000多年，所以台湾足少年的哦。啊，这个少年台湾伫大地动的中间，头一次做山运动，迄是6500万年前，哦，比恐龙绝迹搁较后边吼。这边是赤道。哦，你也是安尼来理解，这是南回归线国较南部，都、就是印尼迄个所在。咱古早伫土卡，伫海底，然后3500万年前，再过一届大地震，和台湾杀国较挖赤道，也未煞，因为还过咧地震。咱拄下冇地震，你唔知怎样无？迄叫做无感地震。哦，你无感觉啦，但是有咱一天最少拢几万届地震啦，但是你无感觉。哦，伊迄拢记录起来，和你知影讲，咱随时拢地震，但是即款的地震。是浦东惊沉台湾，真凶的哦。第二届，伊也阁无出海平面，可能啦有出去，嘛是阁沉倒转来。第三届差不多600万年前，迄届大地震甲台湾杀较哇，中央山脉即马看会到啊，哦，雪山山脉伫遮，哦，啊，这就是秀姑峦溪，哦，即届秀姑峦溪嘛，外国起出吼，落一个雨冲个呢，因为这是水嘛，哦，啊，这菲律宾海板块。所以大理石足定的，啊这边较土质，
你若去甲正义大学、宏光，哦，即嘛，迄你甲看边啊，迄山坪，迄一丁一丁无共款的色，都是每一处做山运动留落来遗迹。哦，你每一个无共款的，有红的，有较土的，啊，有较乌的，迄拢是大地当留落来吼。你即嘛看拢普啊吼，像当时是惊天动地，六百万年前，最后即届两百万年前，台湾已经杀个遮尔啊济啊啦吼。所以即摆地动拢袂足大的，但最近上大的嘛才921大地动尔。921大地动，迄天我都去惊者半小时，我住台中啦。哦，咱敢知讲，哎呦，啊太阳呢，乒乒乓乓，我叫是世界末日，因为我都捌拄过呢。哦啊，向阵尾啊经过，一两分啊，佫无煞，啊，多人都无死呢吼。啊，迄毋是迄地动，啊地动古早老师甲咱教的，爱比个多多啊卡。哦，我真正比个多啊卡。哎、欸，阿、啊、哥你摇，阿、啊、我迄拄也是大理石，我惊讲放起就地死，出来伊啊伊啊举来拄天棚吼，看安尼看会袂死袂，啊，不过这山原来是地动，地动都免较惊吼。但是你也知呢，迄天有真侪人出去，中阿个走倒转来要摕物件，第二处的余震吼，就啊放落去地死，哦，阿咱无地死算加载了吼。何你知影讲这做山运动是遮尔轰天动地，但是你若愈有地动愈好，咱台湾就是安尼来形成。形成两百万年前，这个山就亲像安尼啊，拢是黄土，啊，拢咸的啦。但是你看今仔日台湾，无一个所在无青翠的森林。所以伫十五六世纪的时候，你啊看荷兰人进前迄个葡萄牙就是算海贼国，伊像从哥伦布、麦哲伦吼，因抢劫海贼国拢出去抢，所以报好消息给因，伊嘛知。伊来个台湾海峡的所在，看到，哎呦，啊，这就应该，这个所在是沙漠呢。你敢知啊？台湾是沙漠。我讲这，恁可能无相信吼。台湾的纬度啊，是北纬21度到25度。确定啊？你老世界地图，你注意个看，甲台湾同款的所在，拢种沙漠，它是一个沙漠带。哦，所以你看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埃及，这些国家拢种沙漠。啊！因航海家、海贼国，伊来唔知知咧，偏偏来到台湾海峡一看，啊，应该是沙漠，啊，奈佛摩萨美丽岛，奈安尼，因才着青惊。哦，不过葡萄牙人无要迄个佛摩萨啦，因为你偌水，迄个环啊，你大，迄毋是人呢？古早环啊，无算人啦吼。所以环啊，你大个啊，因要去倒，因要去马口，马口就今仔讲叫做澳门，伫澳门个所在。因开窑厂啦，趁钱吼，在遐泉州以下都是澳门上澳哦，出入港底下我都趁钱，所以你就知葡萄牙人是趁钱的哦。后来不管多少个国家，因来到别个国家共殖民，拢总是为了趁钱，足现实的吼。不过台湾伫迄款两百万年前形成的时阵，也无交接，也无树木，这中间则慢慢啊形成今仔日的生态。咱伫遐咧怨叹讲，哇，风台，即、這个要过回南吼，嘛毋是迄个回北，啊，但是安怎说也毋知哦吼。啊，即款个风台一年大概，那今年预测有20几个啦，哦，即嘛才5、6个，但是真正有几排无无，干那风台尾扫着乡村，哦，乡村基督教病都淹去啊，遐电脑拢崩去啊。我咧讲哦，阿扁啊拄拄啊做总统个时候。国三八，你知影？走去先，迄家人的先公庙，去遐求啥？因为迄年拄啊旱灾，阿扁也讲，天公啊，都爱予台湾落雨，天公啊，莫台湾风台哦。啊，我听一分哩，迄天公若听伊的话，无风台就无大雨。哦，咱风台20几个无要紧，你一定有几个会扫入来，但是主要无要伫迄个风，咱要伫迄个云雨包，迄云雨包。伊若弄着台湾的山，你甲看这外高？请问，咱台湾上高的玉山珠峰几公尺？来，夭壽啊！你这甲我同款 LKK， 咱古早去用骗你3997啦，吼，弄3900几。我咧讲，真正是3952啦，标准的是3952，即嘛卫星咧定位足准的。古早咱弄读3997，所以国民党伫顶头创一个鱼肉认同像，恁会记无？3公尺，哦，台湾的关山超过4000，安尼共骗啊！即款白色政府吼，实在是连遐也要共骗，尾也去予人甲鱼肉镇的东乡的头壳砍掉吼，啊，尾也讲啊，歹看，规身也车倒，
哦，和你古早那讲到嘛，3997，啊，这是唔对的，咱改3952，啊，过来哦，3952是伫遮哦，但是咧，超过3000公尺，台湾有几座？来，台湾大概100座以上，无这讲到伤过含糊，讲搁较晏咧，差不多几座来？我咧讲哦，你若要登百岳，一定要100座吼、哦，真正是243座，台湾有遮多呢，已经有名的。大概将近要200座，啊，佫有无名，你也紧去占，几个查嘞？民政府，吼，爱去查啦，真正，你一定爱去查吼。啊，我咧讲，我讲说，互你知影讲，台湾的关山遮多，当年风台咱卖伊来啦，啊，边啊讲迄是毋对，爱风台来，风台来才会带迄个云，迄、那个云弄着台湾的关山，会浸灌，浸灌会安怎？会落雨啦，无你若伤低的云吼，袂变水啊，吼、哦，灌甲冷冷甲会倾盆大雨。磅礴大雨轮得了台湾，让台湾变成青翠的绿地。Formosa 是这样来的，所以一定要有风台，没风台台湾就死了、哦、来下一张、哦、我们这左山运动，菲律宾海板块、欧亚陆板块是这样结起来、哦、中央山脉。下一张过来让你看到台湾、欸啊、这有绿地呢，来到、哦、鲁宋岛、菲律宾，这都算是散步走路的来者，来到这，我要讲，你不是中国人是安怎？伊讲你是炎黄子孙，为什么你要讲理由啊？我跟你讲，因为伫个这个所在的人吼，伊是伫个咱人大概，咱即爿研究咱人甲黑猩猩啦吼，侵犯剧也分开，可能啦、啊，可能超200万年前哦，对台湾到最后，哇、哦，台湾才有够衰啦吼，本来伫遐远的所在。中国袂乌白甲你滚啊！啊，即摆想我伫中国的宪法的头前哦，写一个前言，写台湾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卡呸！够人安尼啦！哎、欸，恁兜的户，迄号做户口停本啦吼，顶头还是讲迄地籍停本头前家己写，无人安尼啦。但是伊就敢呢，即款垃圾国，所以咱挖着伊算衰啦。我听你讲，讲人哪里衰安怎？哎呀、啊，本来就是安尼，所以咱是较衰啦。因为竹山运动，哇，人哪里衰吼？种不矮的生菜龟，起婚照缀人背，坐椅啊，佫会夹着迄哦。煮饭的夹话，挖山崩，挖壁倒，挖低调死低帽，挖大兄死大嫂，挖着中国洞碎了了。迄吼，迄实在是已经罄竹难书啦吼。我互恁知影，台湾过去曾经有侵犯记。迄、那个叫做黑猩猩，伊分甲咱共祖先的吼，啊，伫个迄个时阵，毋知物竞天择啦，可能是基因突变吼，啊，就像咱行出直立猿人，直立猿人就是智人，有智慧的人，吼、哦，咱会使行，徛起来，用脚来走，哦，用脚来走，速度会较紧哦，你无叫伊讲四脚走袂紧，啊，佮四脚伊要蹬身，你看咱要蹬身，我一看后壁，哎、欸，有人甲我开枪无？我知影，迄人。迄较大只的，迄什么熊啦吼，啊什么虎啦、霸啦、狮啦、象啦，伊都爱四肢拢开，我哎呦，人要甲我开枪哦，要走飘去啊！所以人跳着跳着吃，所以伊有手会使做工具，有头脑会使发明，变做人是智慧的人，智人。伫迄个时阵，即个人类曾经啦吼，曾经普遍到全世界嘛，北去甲北京哦，或者北京猿人，你捌听过哦？彩头文化、黑头文化，北京猿人迄款的。已经绝迹，谁人来绝迹？因为拄到咱冰河时期啦，咱世界有四大冰河：古萨、明德、里斯、欧姆。最后这个冰河时期，当时一万年至十万年的中间，哦，恁记无遐侪话紧，但是你记上后边欧姆冰河期，一万至十万年的中间，所有北京猿人啊、黑头文化的人啊。拢死了啊！欧洲的尼安德塔人嘛是关死，啊，你知意思无？所以迄阵人或者人猿，还是有话讲或者猿人呐、啊、吼，也无遐巧，也无遐尼有能力个。伫迄款时阵，伊无得发明，所以冰河来拢死。啊，干那多几个人无死，你知道？剩奥巴马因老爸啊，迄国奥巴马奥密码对无？奥密码啥在奥？因为伊住的所在是赤道。赤道太阳直晒，把围拢结冰，冰河来啊！但是我伫赤道咧，
袂去关事。所以奥巴马伊个老爸啊，叫做肯亚迄国，甲隔壁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吼，这两个国有一个族群叫做露西阿妈，露西阿妈这个族群也阁活着。所以这阵人就变作今仔日咱所有现代人的共同祖先啦，你知影吼？所以我要甲恁讲，北京人啊，什么山顶洞人、彩头我、黑头我，迄拢死了啊，甲你无关系。日本话讲做坎克奈。哦，啊，迄边尼安德塔人嘛，甲你无关系。咱拢总是非洲，伫中非靠近东方，东方吼，东非、中非，遐个肯亚、伊索比亚的人的后裔啦，后裔啊，一两条路来行，行南支的南支吼，就是经过马达加斯加、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巴丹岛入来台湾，啊，入来台湾了，伊就歪戆戆，我走去较北边的，会关死。所以咱台湾的 DNA 甲日本、韩国无同款，迄确定我会互恁知影吼。啊，另外北支咧，伫个肯亚、伊索比亚，因惊北支的，就是去甲爱斯基摩人迄个所在，叫做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去甲北美，北美就是美国甲加拿大，遐人叫做印第安人。吼、哦，印第安人去甲中南美洲，叫做玛雅人。去甲南美洲嘛是玛雅人有四个族群啦吼，迄甲咱较无关系，咱袂讲。今麦要予你知影就是南支，这个南支行散步来到台湾。今仔日世界所有的人类学家、所有的考古学家拢证明，台湾就是最近因所研究这个几万年来南岛语系，吼、哦，叫做 Polynesia 系统，讲的是南岛语系，这群人共同的发源地。咱虽然是拢总对非洲来，但是来到台湾哦，伊才讲这个所在上好大。迄、那个纬度明明是沙漠，我拄仔讲过哦，明明是沙漠，但是你看到咱台湾敢沙漠？啊，是安那奈？唔是因为风台迄大雨拍甲呢，互你这中间只要阿拉斯加迄边有鸟仔来放晒，经济就压落去。啊，你知影吼？这个食物链都互台湾变作青翠了。台湾什么人来吃，拢免惊枵死。所以过去咱的历史上挖咱今仔日的。在荷兰人来占领台湾迄个时阵，伊先伫个1622年占领澎湖、澎湖，要么有时候澎湖哦，有时候澎湖哦，因为太平洋那无风，它也是水拢足平，但海角嘛足平，所以有时候澎湖。荷兰人1622年占领的时阵，去予大明帝国赶，走，你莫来阮家，这是阮大明的领土呢，阮有澎湖县呢，你唔来去迄个男无情，女无义。鸟不语，花不香。迄环那哩大个所在，就要甲因拍。啊，迄个台湾滩的所在，台湾就是安尼来。啊，台湾滩的吼，哇，大家拢较无爱啊。迄湾滩呢，因为十个来，啊呐四六个，啊三个后，搁一个搁转个。你问迄过目书就知，迄定拢教阮教，我拢知影吼。所以要来这人拢啊好啦，够在去啦，无至少嘛30%会活伫遮吼。啊，进来这人拢哇活了足好，因为你入来。台湾的山林，内底有鸟巴，内底有鹿啊，内底有所有的水果、青菜，你啊，迄食啊吼，实在是饱过嘴啦，吼、哦，无人要阁倒转去。所以你也知影讲，过去来到台湾，荷兰人伊去予大明帝国拍两年，1624年只好撤退，英军的撤退哦，影响做毋是叫拍甲安尼，甲伊抬甲好老火老大吼，过安尼走甲干，噔噔噔噔哒哒哒，我阿将来一坤新、二坤新，台南今仔日来安平港，对遐一摆了，伊目的是要创啥？要做生意啦，伊毋是讲真正要甲伊占领，当然要先占领啦吼，然后伊爱做生意，所以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部设伫台湾的分部，遐就是因带法官来。迄台船的顶头干两门炮，你若拍伤船拍会倒，但是拍正港拍袂倒。哦，不过好福气啦，伊向船来，大明帝国无够甲对杀。伊对一坤新、二坤新击败了，就啊在遐设立热兰遮城，哦，家己设法庭，因为船的顶头带法官呢，这校长兼公证啦吼、哦，所以在意啦，凊彩啦，过去咱嘛是拄到人安尼甲咱视频吼。但不管如何，伊有带来啥，带来制度，特别是。贵博士常咧甲咱讲诶，16进位电脑有啊，咱电脑毋是10进位呢，半斤几两？8两，1斤几两？
十六进位哈，这么巧的电脑的人古早四百年前已经有啊啦，人拢用十六进位，所以咱今仔日你去菜市我上，他较想咧，阿免跌所罗邦伊就知影讲，哦，这偌济偌济，啊，你倒来个摕电子计算机 iPhone 点甲咁要废话伊啊，人老差就甲你讲偌济啊吼，迄就是智慧啦吼，啊好。这阵人，伊虽然伫台湾无偌久，啊，去予大明帝国郑成功拍倒，哦，但是郑成功上陆，啊，未过落水溪哦，无到一年就翘去，伊就死啊，你知影？哦，所以你就知影讲，咱人无偌敖啦，哦，你身体吼、哦，看你偌猛，39岁就死在伊个迄号做哈，迄、啊、台南的所在吼，啊，乡村人不然人入来，伊拄着的族群。都、就是向准台湾的台湾人，早期的台湾人吼，不管是原住民还是新住民，拢总是真正上早对这南岛对这散步来。哦，我即摆你注意看哦，冰河时期南极、北极结冰，水会抽干的，抽干去，这就变作这个所在吼，陆地流出来搁较济。哦，真侪所在拢是有啥物陆盆啊，啥物或者这吼。地质学的名词，咱不管，但是咱人就是安尼，你有所在，我就行嘛。散步行街路，经过一年、两年、十年，迈来到台湾，来到台湾上远的所在倒位啊？上近、上早入去的所在倒位啊？你知无？就是咱今仔日八仙洞，有啊，台东有一个长滨文化，有啊，长滨文化的八仙洞，这个是咱台湾大学地质学甲考古学这两个系的教授哦。因联合起来做研究，甲迄个长滨文化内底石棺石符吼，迄个物件无容易派啦，所以伊用碳十四同位素落去甲伊鉴定，知影讲大概45000年前，遐到早期的原住民来到台湾，住伫遐。当然有诶，诶，别个族群买来，毋是干那这族群啦，啊，这族群到底是真正这个上早，还是啊，佫有佫较早已经待伫个咱的土卡？因为大地震的中间吼，拢会坎坎去，你就爱大概人咧去足悬的大楼，挖愈深才挖会出来。像我伫台中，阮的惠来遗址、惠来妹妹吼，迄都3500年啊，比孔丘仲尼2500年搁较久啊。哦，你也看下台湾的文化，迄些浅的哦，啊，你也亲像长滨文化是万几年走未去，可能甲7-8万年，甚至甲10万年吼。啊，有的人伊就爱带只上陆，伊要。行，伊要阁经过遮，去到北部，伫八里，哦，咱迄八里分阁过迄个大粪坑文化，最少嘛7000-8000年到万几年嘛，啊，伊对面偏偏拄着铁器文化、十三行文化，嗯，才7-8000年到1000年了了，拢有啦。伫台湾是足复杂的，这个土地你若挖落去，你会看到足侪文化展出。伫迄个时阵，都有木业、交易，有迄。华莲啦吼，什么款啦，什么珠啦吼，乡村的物件，所以你用伫考古来讲，台湾太丰富的这文化展出啊！伫遮的人，欸，我咧讲阿妹，你毋知影啦吼，张惠妹啊，张惠妹向当时哦，伊去迄号做中国乡村，伊可卡可来定迄号做广告啊，够有嘛吼？因为甲阿扁啊唱迄条什么三米猪汤啊，你好像买好去啊？迄进前伊是外乡了，伫人民大会堂50000人伫遐哩。底下哩看伊哩唱歌，伊袂晓演讲，但是伊足红样诶。迄原住民诶，迄噔噔噔噔噔，吼，比 Ricky Martin 诶屁股搁较有力，足性感诶啦。啊，中国诶大官吼，迄高赞诶，都甲介绍张惠妹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偏远地区少数民族酋长的女儿。请问这个介绍对啊唔对？对噶唔对？无啦，伊根本就不是酋长的女儿啦。请问伊都你莫讲哦，你知影阿妹都一族，阿妹都一族，阿妹就阿妹族，啊那阿东就阿东族，卑南呐、啊，吼、哦、卑南族是母系社会，所以不是酋长的女儿，伊是因老母的女儿啦。你知影无？根本跟酋长都无关系，啊一个母系社会，啊你敢介绍安尼？啊，见笑呆。啊，但是中国人讲话就是安尼吼，13亿人口。12亿都在骗，还有1亿在训练啊！你知我知，大家都清楚吼、哦。哎、欸，啊，所以阿妹连一个这简单的卑南族的查某囡仔，因都唔捌，搁点臭蛋。啊，我即马讲阿妹卑南族来到遮，哦，啊，因当个这中间有真侪人会去到无同款的所在，
咱古早干呐，甲咱教九族文化村，对不？啊，熟悉咁高足，即马至少已经十三四座啊，吼！因为建下去认落，认落去，你都人民会使摕到预算啦，迄是为着钱啦，吼！但是在台湾是足复杂个，你去到北部，哦，咱的祖先，你我的血统，咱的血缘内底哦，85%以上，拢总是边部族的后代。啊，边部族甲原住民安怎关系？古早亲像阿妹因家原住民来到遮。哦，一定先占领这边啊，挖海的所在，因为挖海有一个好处，有水，搁要掠鱼也方便嘛。你敢知影阿里山？阿里山顶头迄个凿叫做啥？叫做凿，对不？凿啊！啊，这个凿吼，因伫瀑布馆哦，伫姐妹湖边啊，迄瀑布馆你去甲看，伊的迄个最早因的祖先讨食的工具是啥？海镖。啊，请问阿里山要哪讨海？迄、那个海镖唔知用创者巡弋飞弹。啊、是走到大海去插落去鱼啊！哦，啊，这个啊，用空运的回来，无可能嘛！表示讲，这个族阿里山这族族古早，因都住伫海边，拢是海边啦吼。啊，你敢讲伊就是山地人？哎，歹势。甘关族民拢山地人，请问住伫迄南苏的所在，迄就是海中人呢？达悟啊，达悟啊！你敢讲伊就是雅美族？哦，人讲我是人，达悟的意思是人吼，我人呢？啊，我咁山地人，我是明明是海中人。啊，阿美族来讲，迄嘛是海边人，唔是街边啦吼，海边，总是边就对啦。我讲的意思是讲，唔好乌白人讲，迄欺负人，人日本人啊，佫甲你讲叫做高山族，还有尊敬啦吼，迄也佫尊敬，唔是啊，无人讲个山地啊，山地就山地，还佫山地啊，哇，欺负人足忝的吼。啊，我讲这意思，互咱过来回顾，咱有足侪错误的观念。啊，这族群来到台湾，既然住伫遮。当然，伊先讨海，但是哦，系啊，拄到台湾的生态都是风台啦。讨海出去，伊敢有法度像即卖气象？虽然报料无准，但至少你也知讲风台来啊，对。古早真正唔知，风一吹，拍去南岛。所以像那今仔日的地质学家、人类学家，拢总讲台湾都是即卖南岛所有的族群的发源地。伊就是对这个原住民，伫个讨海的中间，叫拍去。东加王国、诺鲁共和国、巴布亚、纽几内亚，吼、哦、啊，包括迄个纽西兰。你看纽西兰毛利人，毛利人呐、啊、吼、哦，来台湾唱歌跳舞有无？身躯安尼足勇啊，喙齿痛出来，嘿，迄种的有无？吼、哦，毛利人呐、啊。我你讲哦，李玛丽教授，代代李玛丽教授，吼、哦，对，即马去伫迄个做啊马街病院血库的主任吼，伊抽血，甲咱的 HLA 抗原，甲血型。隆重召集联合国的迄个血库内底去找这个族群的人，伊相关性。结果伊做出来研究，看来你会使看到迄张表，迄就互你知影讲，根本都甲咱台湾，而且原住民拢共国的嘛，都是去互风台拍去南岛，拍去南岛了，这些人住的所在比人较歹，因为只有台湾是宝岛。你甲看东加王国、诺鲁共和国、巴菲亚、纽几内亚、纽西兰。真正讲起来，纽西兰还好，还佫出牛奶、出牛吼羊啊，啊，无实在瘦较贵就袂得啊。所以因想康想胖，就要转来因祖先的所在，佫佮拍倒转来。所以因伫咧三五千年前，讲航海工具较好，向顺较好，因为与天争地嘛吼。所以因会比台湾人佫较勇，伊无勇袂使，伊爱抢地，所以抢转来三五千年，伊的祖先根本伊嘛无熟悉啊。三五就莫讲三五千，你三五。地哦，三五地你落去甲人相弄，你嘛唔知影弄着恁条来，唔知影，大家嘛好比手力，好卡对无吼？所以你也知影讲三五千年来在拍拍，因为以前住海边，亲像族哦，阿里山族族的祖先，只有平下帮来拍死人嘛。你只有去山顶，所以有真侪族群去住山顶，这是后来的演变吼、哦。所以上早这原住民伊嘛是要处伫海边。然后啊，这给你一个概念了，你就知影讲哦，即马经过这代志足合理的，你就知影讲啊，原来咱家上好，这个以南的上好，啊那以北的，你肯定你会看到迄个日本、韩国伊的 DNA 甲咱无同，伊是对迄个做阿拉斯加北支的入边，虽然表面上足像的，染落去很显形吼。啊，咱台湾啊吼，既然衰到我伫遮，但是我伫遮有一个好处，你会境界。你常常拢有迄个忧患意识，哦，但是你也知道，古早咱的边部族甲原住民住伫遮，无忧患意识，因为向阵只要冰河若退去，水若淹起来，
这边人无可能来遮嘛，这边人嘛无可能去遐。啊，你若要经过，你来经过乌水沟，随时会死呢。大家拢袂，咱人吼、哦、日头赤炎炎，虽然顾性命，死道友袂使死贫道，无人要死啦。所以咱袂乌白去害人。连台湾哦，原住民伊才有合作吼盖石，迄大粒石头做盖。原住民甲平埔族都袂使相通，哦，除非要出草。啊、出草嘛，毋是歹行为，伊是成年礼啦。足侪拢总是讲读白太白族个，太了哦，我人头摕起来。马介医师啊，马介医师伫1871年来到台湾，1872年来到湖尾，今仔日淡水个所在。伊后来坐轿啦，经过咱今仔个中立吼，经过啊、咱大家啊去到咱今仔日丰原大社，伫大社伊带一阵平埔番吼，咱咧讲吼都平埔族个啊去到。乌牛兰，咱今仔讲叫做啊玻璃的所在吼，啊且设立遮侪教会，啊伊这中间伊嘛得着台湾的红土病，台湾的红土病就是打摆子、怕寒、怕热、马拉利亚、疟疾，疟疾哦，啊得着，伊家己对加拿大有带迄白药水，用迄款玻璃罐啊内底滴金济纳霜、肯定，哦肯定，迄种个才会使治疗，啊伊家己嘛食。尾仔伊体会到讲，哦，食了一两年内底还阁会胃寒，虽然无发烧，但迄款对骨头内底迄款艰苦，伊才知影讲，哇，台湾同胞是足可怜的。伊这个黑胡子吼，目睭落落，人讲就说阿毒啊，鼻啊毒毒的吼，那阿毒啊就是安尼来，拢看伊是烦啊就对了。哎、欸，偏偏伊的头毛老长长，虎手虎手，啊，甲迄个白两支头上尾啊，向阵的大清帝国人无共款，所以去哦，原住民掠去，原住民讲啊，啊，这甲咱共国的。阮厝边甲马介医师看作感觉个，所以无个台，颠倒好款待伊，安怎好款待伊？哦，你个打摆子哦，因阮厝边较袂打摆子哦，因个身躯红血球有特殊的结构，伊对迄款个马拉利亚个迄款原虫吼，伊较唔惊。但是伊知影讲啊，那些大清帝国遐个人拢会，啊会个时吼，爱食啥上好？你知影？用人个头嘴落去掀掀迄款敢若高加或啉咱。狗的骨头，沉沉沉到尾也变狗家，啊头脑嘛会使沉到变脑家，脑家内底有藏药啊，藏啥药啊？今仔咱知影，迄就是咱今仔讲的吗啡迄种的，古早说鸦片，鸦片膏吼，藏做伙，迄种的药啊上赞。哇，阿妈该伊是算有受文明的文化，佫是宣教师、牧师吼，啊学一挂医学来到台湾，古早无真正医生啦，你只要定学三年四个月，学西啊就会使做医生吼。所以伊的程度已经超过，因为第一，伊去地遐英国的宣教师，对马雅国1865年来到新老病院，以前叫做古老吼。这个历史我无多个讲，互恁知讲，这个中间有10年的中间，伊甲这个宣教师的医生、宣教师哦，医生哦，是英国迄款真正剑桥大学毕业的迄种院士级的吼，介学技术，包括开刀，所以伊蛮最起算小 case。伊还共高粱仔人啦，向阵当然无迄款真正入去内底，但是伊有捌解剖尸体。伫台湾扫白刷尾啊，尸体解剖是世界第一例，叫做 paragomiasis， 一种肺痔虫，一虫字旁，至高无上的痔吼。paragomiasis 这种病，全世界第一例是马介医师以解剖人的尸体来发现的。哇，足足会赖啦，足牛的啦！伫迄年代，会用讲到解剖都已经无人有，但是伊敢做。哦，啊，佮伊个道行，伊毋是学三四个月，伊学10年呢。10年就是意思啥？7年个医学院，佮3年阿万阿兔阿叔哩，拄拄啊出来开业，绝对有够啦。迄程度有够吼，互你知影讲，啊，伫向阵咱台湾个迄个生态，就是你甲原住民安怎生活，啊，你就佮伊配合，人伊嘛如鱼得水，佮伊做做伊个乡亲，看做伊个乡亲，所以伊伫摔跤拢总无困难。哦，伫迄个时阵，伊甲因教。伊个话，但是大部分拢去用教，去用教台湾话，向阵台湾话拢罗马字拼音，因为伫荷兰人1824年，1624年来到一群新、二群新入来时，伊就是用罗马字个拼音。伫向阵已经有写马太福音，迄本福音个第一面用这边是用荷兰文，用罗马字写个，这边是迄个做原住民个音个，伫个顺义博物馆。恁会使去看，就是故宫博物馆的。你若背对吼，甲只片向博物馆，倒手边头前50公尺，迄间是李登辉去征采日本的教授来遐设立的台湾的原住民博物馆。
收集伊能家具以来所有学者所有的台湾的迄个原住民编部族的文史。吼、哦，你去遐看了你就知，迄本圣经伫遐，迄本圣经伫遐。啊，有一届北欧四国的医学生来到我的病院实习，我的病院细间啦吼，但是你知影无？医学院的最后迄年的医学生，因会轮流来我遐。啊，听我甲因排来我遐，目的就是要学啥？学江湖啦。因为看病毋是干呐，学术上你得江湖。迄、那个江湖就是你走入江湖，身不由己啊。迄中间你要面对的是好赤凉赤风的来呢，逐项拢爱有，啊嘛有作文呢，啊嘛迄款要死要活，逐项拢有。所以因医学生爱甲因来，来我第一个就甲问讲，请问有一个患者入来，甲你讲，先咧我为做做，啊你问啊你做偌久啊？做三工，啊我来写病历对不？请问。我这样用普通话跟你们，请问你要写什么？啊，你要英语，因为平日大部分英语，英语写你要写啥？哦，因为医学生因会晓讲单位无济啦吼，所以我听我甲问讲，为做做三工，请问你要写啥？为糟糟而已啦吼。啊，来过来，还有啥？谈我写。为不舒服，不舒服太多咧。吼、哦，所以尾啊，我讲叫做 hunger pain， 腰的时在做疼有无？腰做叫做 hunger pain。哦，因听到讲啊，夭壽啊，这简单嘞，啊，这简单袂晓就是袂晓，吼、哦、啊，所以因来学这江湖，了因写病历嘛，写了较会准吼、哦。啊，互你知影讲，向当时咱的原住民来到遮，病部族已经住伫较我平平的草埔，特别在嘉南边缘遮。啊，因哦袂晓种植，因太好过。我问因呐，太好过，你敢会拼死伫遐哩？好、哦，因水入去吼。哦田内底啊，什么王田啊，什么哇、哦啊，创啊卖啦！你都要食啥，你都结在遐，啊，都采收，啊，都按做做就通好食，那都爱带啊人，人迄个荷兰东印度公司是要趁钱的呢，所以伊就爱想办法做生意，伊就只好去厦门甲福州引进一挂汉文化人。你看我到尾拢无讲汉人对无？因为汉人这是一个政治名词啦，你啊真正汉人。可能啦，有来讲，嘛是伫东江以北，就是北支的啦。北支去到遐，伫个迄个中原迄个所在，有一挂人，你也使称伊做汉啊，汉满蒙回藏苗啊。咱台湾或做啥南满呢？南满满就是变态变下较只虫啊，无就门内底阁一只虫，拢甲咱做虫看哦。南满北夷东敌西夷，无一个所在毋是参甲巴虫啦。只有因是中原是人啦，看后即款嘞，啊，但是无要紧，咱就知十三亿个人口拢安尼吼。啊好，啊，即阵人伫遐，因既然是即款嘞，啊，咱嘛知，啊，咱用咱来做中心嘛，咱那都一定用伊做中心，咱嘛是中原嘞，咱嘛是中原嘞，因是边陲嘞吼。啊好，咱但是你若伫基因上，你甲你妈你教授迄论文提出来看，你就知影啊，迄完全，迄、那个东江以北个迄个族群是对阿拉斯加迄边入去，阿拉斯加迄边入去人。会较摇摆啦，讲话较大声。你毋知有感觉，中国人讲话都薄啰能无？人有理，造反无罪，他妈个逼，有无？啊，咱南岛的人吼，讲话拢软软软，南岛就好过啊，生活好过。你毋相信？你讲相拍，鼻腔裂裤脚，转去恁老爸老母一定来讲，哎呦，唔系啦，唔好啦，拢假音的喎。拢卖啦，唔好啦，安怎？吼、哦，迄南岛伊咪软咖呢？啊，人迄北京人讲话拢是安尼好安尼，足惯，迄就是基本人格都无共款，迄思想也无共款。啊，伫个即海吼，冰河人游去的时候就隔开啊，隔开内底，哇，经过几万年了，台湾这边迄高山啊，甲这边都未通呢。你那啥国中间过迄小冰河时期几万年前，哦。啊，南北结果结冰哦，啊，这土壳阁走出来。哎、欸，恁后界散步来阮台中，我带你去迄、那个五车港吼。你若是拄着冰河来，你行路一江到厦门福州一江哦。所以足好，真正才200多公尺嘛，足近的吼。所以散步过啊，向阵冰河的时阵，中国狗嘛不来台湾啊，但是两位讲话未通，这个讲叽叽，那个讲叽叽，然后啊叽叽叽叽。哎、欸，啊，两个搁看对吧？讲卖结婚呢？啊，中国狗、台湾狗讲生着变做唔正狗，哎、啊，唔正狗，今仔是经过5000年以上，就变做台湾猕猴。你袂使甲抓哦，你若去抓台湾猕猴，你有可能抓关。你知影话，伊去罚几落百万咯、哦，迄是袂使吸的哦。台湾猕猴去恁家经销水果，安怎甲你创吼？三角裤甲你拆破，你嘛在甲倒下，绝对袂使甲欺负。迄就是哦，经过无同款的
迄、那个种族啊混合了，啊，你生出来迄代会愈巧，哦，嘛爱甲保护啦。啊，过去荷兰人伫遮时就是安尼，伊袂晓种族，伊只好对厦门福州，甲迄个汉文化的遐个人引入来台湾做工。汉文化的人，咱今仔日呾人类学合作，合作啥哩？怎？合作越族，咱合作马来种，哦，你也知影剑门纲目什么属种嘿啊？科属种哦，迄内底咱是马来种，越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迄个越啦吼，迄、哦那个越族就是登江以南这族群拢总是，遐都是表示以前对南支经过海路啊，海路诶，就是南岛语系，就像咱即马来这人，啊，若经过爬过迄个什么哦，尼泊尔高山呐、啊、吼，伊、哦、遐就是去到乌南，吼、哦、去到河南，诶、欸，你看乌南有五个，你凊彩讲五个足出名诶乌南人，你看伊外表有共款无？哦，五个乌南人，第一个叫做宋楚瑜，一个叫做毛泽东，一个叫做马英九，一个叫做冷水坑，迄、那个行政院长叫做啥？啊，刘兆玄，迄、那个湖南人，搁一个叫做赵少康。我正讲这凊彩这几个，你也看这五个人，拢是湖南人哦，但是外表有共无？无共啊！所以因一个乌南，你看马英九因老母啊，甲因这迄、那个原住民的形都造出来，迄是傣族、彝族啦。哦，你知迄嘛是偏远地区呢，还那呢？迄是比咱国较远呢，那是中原呢。你要搞清楚呢，台湾是中央呢，全世界拢是偏远地区呢。哦，但是古早咱唔知啦，咱遐时嘛真骄傲，看到荷兰人来，哦，那安尼，迄头毛红红吼，金红金红，啊，这红毛啊，啊，但是厉害嘞，伊带来，咱用迄竹篾咧割饼，人用红毛来涂，红毛涂比咱较用。吼、哦，迄红毛啊，佫带迄啥物？番椒啊来，辣椒啊，番啊带来椒嘛，番椒啊来，哦，佫摕番麦，玉蜀黍番麦，你知道？哦，佫摕番啊火，切到拍火啊，咱都无啊，切落去拍者都，哦，番啊摕来火，所以你要看迄时阵，咱嘛看人是番，咱家己才是人啦吼。所以你才有这款自尊，咱嘛在主角，我才是大物，我就是人，啊，恁村的拢总是哪来吼？所以咱讲伊是番呐，咱讲是阿毒啊，偏阿毒毒吼，然后。啊！印度对厦门福州引进会晓讲汉文化的话的人，啊！印度受到迄款做产的教育，所以伫遮有法度丰收。哦，一年，哎、欸，咱中北部是两座，南部是三座呢。迄是收甲好叶啊！哇，向阵哦，台湾的梅花鹿你知无？迄伫个路走，因为你刮芒草的中间，迄梅花鹿拢伫遮哦，江南平原你走，你若用100公尺的速度走哦，砰砰砰，弄着三只梅花鹿。看偌济只哦，啊，请问今仔日梅花鹿爱去倒看？倒啊，剩资本啦，剩迄有说什么目渣啦吼，嘿啊，弄煞无去啊，迄已经去哦，遮个族群的人五六个政权来吼，甲你剥，啊，伊剥这个皮吼，迄梅花鹿的皮足水的，哦，摕去日本，伊还经过上海转运去日本，会使阁趁两手。总共因需要遮个产品啦，遮个商品，但是这拢是吞打台湾。迄鹿仔的皮哦，会使卖；鹿仔的肉会使做肉脯；鹿仔的鞭，佫会使食壮阳、熬车头、啊强身、中医诊所、食头晕目暗、棒球、白罗、腰酸背疼、焦头白，哎呦，迄是鹿鞭啊！哦，迄偌厉害嘞！啊，古早你无医学的时候，就听这套的啊，广播听落去就是拢这款的啊。但是这诶，食、欸、落心理作用，我咧讲，迄内底心理作用啦。那真正有效无效，你来找张医师，我再甲你加皮薄。嘿，我避风咧，毋是凊彩食的话都哎，安尼无多，哦，迄无啊简单吼。然后啊，乡村汉文化的人来，乖乖做，哦，伊就乖乖在做产。哎、欸、呀，做了，伊有三步政策，哦，啊，三步你袂使凊彩来，你都要拍契约。你看迄李敖啊，有一届为着请伊登去教册，迄间东吴大学校长张孝慈。死去啊！未死之前哦，开足侪钱啦，因为去中国，你看住台湾好好，去到北京已经适合台湾50年的生命，去到北京较冷，迄天落雪，伊就将长脑筋啊，现场无死，现场无死，搁车转来台湾，一年后才死。啊，李敖就啊，甲伊的收藏，逼国立博物馆来甲买迄个原住民吼，咱平埔族的手印，迄内底邓伯的手印，邓愈侪，迄个手印的迄张愈贵啦。啊，迄种才卖800几万吼，啊，互迄个张孝慈来治病啦。啊，我讲这都让你知影讲，过去的契约有会写的，啊，有会邓秋云，有会啥拢有啦吼。迄、啊、就表示迄年代会使租，会使用掠人，
哦，你关伫笼仔底，叫做农奴哩，哦，农奴咱做甚是安尼呢？虽无地位，来到台湾，哎呦，好食穿，哎呦，台湾的查某，大家都像张惠妹，我迄尻川安尼摇得乒乒乓乓，呼，歪转去，歪转去，啊，歪转去安怎？爱红椒啊，你爱红椒，你就会使免管迄三步政策啊，你知影意思无？红椒的是母系社会做大嘛，妈妈上大呢，所以甲你招迄个查某人，你就爱叫伊阿姊啊。无大志安怎？坐金交椅啊，嘿啊，坐到遐，甲你笑呢？啊，你的目的你是要甲占伊的财产，但是并不足，较戆啦。讲起来嘛是足善良的，互你利用都唔知影。哦，你看什么乌纱啦，去迄做迄宜兰共开垦，拜托的，迄种嘛跳工用迄死人骨头吼，唔是真正死人，用狗的骨头假做死人，解甲多残。啊嘿，迄个原住民看到，哎呦，田内底有死人哦，骨头，哎，伊就走，迄块田就无用。过去的土地太宽了，所以乌纱是安尼子共骗的。迄嘛国外要求的田花啊吼，我半暝啊去共变啊，吼，介包括伊家己的迄个丈人哦，共变变两年，你就搁加占一寡的。啊，丈人再时啊起来讲奇怪，这田内安尼，乌卡死啊，看来乌卡死啦，啊，三变四变就去用滚去啊。所以吼，汉文化人就是较干，伊不一定是汉人哦。湖南遮侪人，伊嘛毋是汉人，你知影无？马英九讲叫伊是汉人，啊，上戆的就是迄个姓李的，姓李的去中国讲我是纯种的中国人，卡屁，咩叫纯种的？连马英九因遮五个人都拢无纯种，拢是混来混去的。啊，在台湾混得最功夫，因为啥？啊，台湾甲这汉文化的人，吼，招来，所以你若听无嘴，就安怎？大富贵哦。啊，你若拍某是啥？低高牛咧。啊，若听某咧？大丈夫呢，所以到台湾老来讲，娶一个某较赢三个天公祖，困伫你枕头边啊，迄枕头公较赢三界公，吼、哦，迄有够大呢，查某人地位遮大呢。阮老爸啊，日治时代，我老爸啊，古早伫台湾银行总行，吼、哦，向村三高路，就是今仔中山女高毕业的一个查某囡仔，吼、哦，因向村上好，就是去台湾银行总行去遐实习，伫阮老爸啊去开，阮老爸啊问讲，小姐啊，你什么大名？伊讲伊号做曾文慧。啊，你知影吼，曾文慧吼，然后迄当时的故事啦，我的父亲比李登辉阁加一岁，啊，伫迄时阵，迄叫做金盆碗，你知影伫台湾银行、土地银行迄金盆碗，啊，伫迄个年代因发生的代志，后来接了二二八，我出事伫台北安东街，我出事的所在边啊正平去哦，海军调查局局长占领，倒平去海军总司令占领，我的阿公伫日治时代日本。在台湾的迄时阵，伊是伫日本总督府，伊考文官考试，入去有金孙啊，你知影？金孙啊，佮有配剑吼。啊，迄款的空金孙啊，对，因许金孙啊官。啊，哇，安尼换者政府无共呢，迄无共呢。哇，哎，逐工都，哎呀，我细汉唔知影。阿公，那拍大窗啊门，你创啥？原来你听迄个隔壁开会要杀甚物人，要掠甚物人？迄恐怖！我读古亭国小，我数学袂歹呢，114加114多少？啊！你死啊！你若讲二八，我讲现扒落，扒落哦，绝对袂使讲二八这三字。向叔，我哪会知啊？我阿公对啦，迄二八，国八，哦，夭寿袂使讲。我才知影，阮老爸啊，伫银行，伊大学个同学哦。那讲到二二八的两三个，起处处超过三个，你无去登记，就是开会，无登记就掠去，掠去啊，砰砰砰，抓去马八九，马八九就是马场丁，你知道？砰砰砰砰，拍到第七个，伊徛第八个，已经吐白泡。啊，已经西药拢渗出来啊，包死的啦！那会知影迄个白宗禧将军啊，伊甲迄个蒋的吼对头啦，伊对头讲，这无经过军事审判，哪会使杀人？停！阮爸爸迄个同学正无死，无死，佫加活二三十年，最近吼就肺癌才死，哦，迄是欢喜的，因为加二三十年出来性命，无向顺去用断掉，安怎断你嘛唔知影，敢看到迄淡水河啦，啊，鸡笼河，迄尸体安尼浮起来啦，你也知影尸体用浮的呢？啊！迄过去拢无爱互阮知，阮爸阮母啊，因若咧讲迄个要紧的话，无爱互阮知，拢用日本话讲。阮讲啊嘛日本话，啊我著趴去听，听我尾也晓讲日本话。啊尾啊尾，我去原住民的所在吼，吼，我即摆去原住民遐足吃得开哩呐。我去到哈这边嘛是得老弱有的是故，我那个是嘛，吼，一下看到因的族亲，伊看到我是会晓甲因讲日本话，因为向做因的国语就是日本话啦。所以看到我会晓讲，甲因讲日本话，虽然遐侪族我袂晓，但是日本话入去。等于甲因工作个，你知影？迄足好做代志个，哦，嘿，所以这就是咱人吼，伫个过去的时代，兵部族伊甲你招，招了，阮老爸啊，日本时代迄款
个性未改，伊许日本教育拢讲，我卖话，我卖话，日本话翻出来做恁爸啦。啊，阮妈妈买三个女的，伊都免了，伊讲恁祖妈，祖妈比老爸佫加一倍啊，敢无？好、哦，说台湾的走廊有够大啦，大家吼家庭家好，千万莫惹着台湾的恰查某。我无记性哦，哦，有够大，你看，真正台湾的走廊迄地位大，就是母系社会留落来。哦，所以你也知道，咱台湾有父系社会无唔对，但是母系社会造成台湾一个稳定的力量。因为查甫人哦，你也看查甫人拢是过砖头啦，出臭用的啦。哦，坐伫外口啊，无代志做，因为厝内底拢妈妈、丈人、丈哎、丈母咧创的吼，哎，坐在遐，只好在遐绑一个头巾啦吼，啊，都啊脚翘起來，所以恁囝啦看电视脚拢翘的，你就知迄个美波族的后代。哦，啊，都遐咧十八啦，十八啦有哦，跋脚，创到干来遐跋脚。哦，啊，过去讲有登山公。无登山嘛，因为三步政策嘛，查某人袂使带来台湾嘛，哦，所以来台湾呢，即个登山工，红招招有成功，啊，若招无成功的呢，平均245个，敢若一个成功，剩咧244个，伊嘛袂转去，走去山顶，就啊困伫18罗汉的涂骹，或者罗汉卡，哦，所以罗汉卡啊，就是安尼来，互你大概知影讲，即个卡身吼，尾下因无多嘛是有同性恋，你知影无？同性恋咯，都卡身啦，吼！你来听较济咧，我医学的物件嘛要教，互恁知影吼。哦，啊来下一张，卡身来，咱过来下一张。下卡搁一张，你爱对这个点，对这个，或者叫一个什么？爱点一个真大的迄、那个。即嘛是个只吼，啊，一张，我给你用这对赛。这应该有一个什么物件吼？点落去就变大。你是点这个看卖啊？点这个。点一个料吼，看伊走到嘿，啊料以下有一个，应该有一个，好安尼好。这张我咧讲，你莫看我这张，这条乌笋哦，这条乌笋就是林玛丽教授用伊一世人的生命研究出来，甲咱所有的 DNA 吼，弄点到尾啊，这个乌点就是咱移民来到台湾，就是安尼行啦，行到这，当然有一挂，强到尾我日本、韩国真少过，真少过。因较袂，因为知影讲这伤冷，纬度伤高，所以上好的也是留在台湾。这就是形成今仔台湾的文化。咱有遮侪款的族群，有遮侪款的互相伫遮拢种啊海岛文化，逐项拢包容。包容了吼，阮伫医学上有一句话，英语叫做 hybrid， 遮个人拢种的 hybrid 就是混血啦，吼、哦、混血儿。但是混血真正英语叫做啥？叫做杂种。愈杂愈好，你若生出来囝儿是近亲结婚，你所有近亲，你的父系跟母系的 DNA 共位吼，啊结合父父得正。所以咱的民法咯，台湾的法律虽然歹罔歹吼，伊有一个部分民法规定，近亲结婚无效。啊人表兄表妹、堂哥堂妹要结婚，你共管啥？哦，你结婚看卖啊，卖生囝哦，但是生出来囝。1/3会扣角，迄、那个基因会出问题，所以过去人嘛是知影讲，唔好互近亲结婚啦。但是古早咱唔捌，因为咱无法度去外口，大家拢住伫四合院吼。啊，较看嘛，家己的阿兄、家己的堂哥，还是表哥。哦啊，以前我甲你骗讲，亲上加亲有无？姨表结婚啦，姑表结婚，所以才亲上加亲。咱过去未晓。啊，较乱来嘛，家己内底人，啊，佫你摕迄个镜，想要收到迄个镜，摕起来魔镜，魔镜，请问天底下最美丽的是谁？啊，伊就主持人甲你回答 ，I am， 我就是。啊，大家拢看家己上水，所以甲你的条啊来吼，即辈股票拢上水上缘投。啊，你主持人甲伊结婚，这无好，这对生着像姓林的，迄个叫做纯种的，纯种就是扣角啦。扣角到啥物程度呢？枪支对只拍入去，对只出来，佫袂死的。迄内底拢空壳个呢，脑内底空壳个，无啦，我这是甲警惕啦，真正伊是好运。我甲柯文哲医师，阮内行啦吼，阮内行，知影讲即咱这边或者那个 sinus 或者鼻窦啦，鼻窦是空壳，敢若有薄薄的骨头中央啊，所以伊拄拄啊闪过迄个肉所在，卜卜啊就出去，啊未死，人在讲去做假，啊我是足爱人拢讲去做假，但是无多头一工渔夫就敲电话来讲，哎张医师，你嘛是检发你吼，你甲我讲，迄到底是真个假？我讲真个啦。哦，但是咱卖讲出去，互人去回啦。回讲伊拢假，安尼对人较有利。哇，唔知我回了才输去。阮台中才输几万票安尼呢？苏家庄呐，都去互这创。底下胡志强啊，甲许做啥物？遐泛蓝的遐立法委员底下咧讲，吼、哦，我逼情咧哦，吼、哦，我来行咱一个公道咧。
我爸的自己里面狗咬狗一嘴毛，跟咱什么关系？啊，咱叫我骗去三万票，安尼输伊。啊，这无多啦，靠家己啦，别靠因啦吼。这条线，互你知影讲，你妈你教授的心血吼。下一张，过来，过来，哎呀，真的，哦，这就是遐侪族群啦，较乌的，这就是原住民的地区啦，啊，这就平埔族的，哦，平埔族的台北地区，哦，凯达格兰对吧？边啊，目屎、托洛边、古伦四个族群，伫宜兰、噶曼、伫大都、清水，或者多卡斯，哦，啊，伫个叫做丰原、大社，或者八寨族、八寨，哦，伫。咱这个无迄玻璃迄边较山，咱像讲迄个大都清水，或者帕布拉，哦，伫迄彰化，或者猫雾处、木栅、嘉义、河恩雅、台南、西拉雅，西拉雅是足大个族群，所以荷兰人入来拢拄着西拉雅。啊，伫高雄个所在，甲屏东或者马卡岛吼，啊，去甲屏东个所在有一挂爬过大武山，啊，去甲台东或者高高，哦，高高毋是高山个意思，是音啦，或者阿高高高吼。啊，即个族群包括水沙人。就是伫外滩毛球场即座，我拄仔念的遮，恁过去敢有甲恁教？你看你听无？我咧讲啥你听无？但是你尾下就听有诶。凯达格兰就是对基隆河，基隆河以外三貂角、三地国以外，迄、那个基隆河以外迄、那个族群，所以基隆这个音就是凯达格兰、基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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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安尼来。哦，道卡斯、道卡斯大大家都是安尼，道卡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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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大家都是安尼来。哎、欸，这拢是你的生命，你的人都活伫内底吼。啊，你当然嘛，日本看到咱讲哦，打狗打狗，哦，甲狗拍死啊，迄个人民的英雄。哦，无，迄、打鸟啦，打鸟甲鸟拍死吼，鸟小可亲像狮吼，哇、哦，足伟大人民的英雄。啊，那打狗打狗，哎、啊，日本音吼说，塔卡奥，塔卡奥的歌咏。哦，啊，这音真侪拢活伫咱的生命内底吼。下一张，下边你甲看麦啊。哦，你甲看，大龙帮啦，过去叫做大龙统，无你安怎说说大龙？我嘛唔知单位大龙洞，对哇？你大龙洞是对遮来的嘛？吼、哦！啊，你孟加拉、北投、八里分啦、啊、社口过去上山的古称秀龙、暖暖、金包里、金山吼、哦、八扎南有哦，捷运站八扎南树林嘛吼，哦加油、达达油、大墩、大溪坎、基里岩、石牌啊，对哇？哦，石牌叫做七里岸嘛吼、哦。啊，李竹、内湖、石潭、碧山一带，起步组大稻城、城隍庙一带。加罗贝哦，这叫做关渡山的山路啊，稻香里的所在，瑞丽、东国小一带，百济、八彩，哦，这就是邦桥哦，啊，霞、马萨王霞哦，三芝、李登辉的故乡，就小家人，其他个人就是家人嘛，家人都安尼来吼，伊叫做大加拉，叫做大溪坎、大汉卡，哎，迄拢音啦，所以你的生命咧是充满这音，是你无去注意尔吼、哦。下一张，过来。啊、哦，这真复杂啊！这文字吼、哦，和你知影讲长滨文化、大粪坑文化、牛马头文化，几年伊的特点是啥吼、哦？这吼、哦，这是考古学，因才有研究这啦。你免知影甲这，但是和你知影讲足复杂的台湾的迄、那个文化展出是有够复杂。下一层，过来，好，你也看哦 ，DNA 摆出来啊，甲咱的合作啥系统，人的迄发生树，这个树啊，画起来咱闽南人只，客家人甲咱共系统的。泰国的华人、新加坡的华人，而且苗南方的汉文化的人吼，啊，即个泰国人，即甲咱切厝边隔壁哦，蒙族、蒙古，你看蒙古边吼，北方的汉文化的人，回族啊，甲日本人，你看日本人是甲韩国人讲的，甲这个原住民，不论布农、阿美、泰雅人、大雅人，因这是讲的呢，所以甲你也差真济哦，哦，来个遮才变做遮内蒙古、蒙古。哦，因为啊，即个国萨基，哦，啊，即个即款的是学术论文啦，吼，啊，都点去点出来，伫世界刊物去发表，世界遐人类学家研究接纳的物件，吼、哦，下一张，哦，啊，这是另外有人用咱 G 免疫球蛋白诶异型体组合的频率，哦，伫东北的中原人，你看挂号。真正无迄中原人，但是因都爱挂号。华南的少数民族啊，华南的汉文化，我绝对袂讲汉人啦吼。华南的汉文化的人啦，因为读到汉文化是强势文化，所以伊乌白甲你骗，乌黑甲你讲白，白贼话讲了了，啊你无相信袂使啊。因为你的册后壁，你囡仔册后壁，我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看卖我外要修啊，台湾内底嘛汉文化的人甲原住民吼，因拢有一定的频率，用这频率就去吹下一张。过来下一张，
哦，你连妈祖啦，我看到史前文化欢喜到要弄饼，找回因的根源哦，这些物件。后来，来看下一张，妈祖嘛是哦，妈祖伊是啥物文化？越文化嘛，就是马来种越族啊，赶快的啦！你说登岗一两的，很好什么？这本来就是你的根源啦，无什么遗憾哦。但是对唔捌的人足遗憾的吼。下一张，我下一张，这就是平埔族的妈妈。你啊看，伊安尼用洋巾甲你拍，我唔知恁拜好用洋过。我细汉捌拍过我小弟小妹啊。嘿，洋巾的吼，啊你看安尼有法度，可以吼，都听到老母的心跳吼。吼、哦、啊你看妈妈的脚。哦、我都做事呢，妈妈也要做事的啊，然后都打迄个做哦，三顿以外的迄个做哦，迄些旱季签梅，然后做田的杂波去吃吼、哦，这后来啦吼、哦，但是不管如何，平埔族的妈妈才是咱的文化的中心啦，力量的中心，稳定的中心吼、哦。下一张，妈妈平埔族，伊是红姨啊，红姨西公，你知道？妈妈上堂伫涂骹念念有词，啊，你拜干啊！休向水吼，啊，食青猪肉，食槟榔，啊，迄个做大姑坐大位，有无？无姑坐大位呢？啥奈有无姑文化？汉文化内底无这啊？啊，这是平埔族的文化，台湾的文化都是妈妈的兄弟啊，这爱好坐大位啊，因母系社会内底吼，所以妈妈上堂，查甫人爱徛到边啊，毕恭毕敬，听伊甲你发命令，发命令叫你去做啥做啥，爱、啊、知哦？哦、虽然这咱即下看也是无足无迄啦，足无体统吼，嘛、哦、有啦。我捌拄着迄款平埔族的吼，因、哦、以前拢伫咧咱台中溪湖，哦，有一个所头做，哎，叫做啥物环保针，你知道？我讲有做环保啦，啊，环啊高，因为辛苦，因也无穿衫，啊，辛苦做啊，细人足自然的啊，啊，是恁只汉文化人，加身加大，迄汉文化人家己要信吼。哦哎，就不然人家讲信。以前海基会、海协会来台湾吼，签公文呐、啊，前瞻性哦，什么信？迄信都给撤掉呢。啊，咱干嘛讲啊？前瞻性都增加建设性，不行啊！公文书上面怎么有信？他妈的，他肚子里面就是那个作奸犯科的信哦哦哦！哎、哦，就是不赶快的所在。下一张，咱台湾人做阿萨利的衬衫、衫裤，哦，这足复杂的，这是 science nature 迄款的。咱属于边 non Africa， 这边是 Africa。哦，非洲人的系统诶，啊，咱这内底有足侪啦，吼，包括德国人啦、英格兰啦，吼，甲咱拢属于即支诶啦，哦，欧洲诶啦，吼，这是用 DNA 来修分啦，分甲足油诶。下一张，搁剩一张尔，下一张，互你知影讲吼，哦，人类过去未来，这是中央大学一个吴兆华教授，即满九十岁人，伊用蚵仔汉字，这个路就是咱行较倒，咱是蚵仔，咱拢带蚵仔，结咧涂骹就会生炭。啊，番薯是后来番啊才带来，你知道吗？番薯番薯啦，所以咱是蚵啊，吼、哦、爱记哦，吼、哦、啊咱古早拢甲迄中国1949年来讲啊，你老蚵啊，错，咱家己才是蚵啊吼。啊，伊这吼，顺便互大家知啦，但是约定从俗啦，你才讲大家听有就好。用伊食物，稻啊会经过，甲蚵番薯会经过，伊嘛发到发现，咱就是南岛的。今仔日张医师介绍到这，啊，你若要听搁较济吼。您就使上网咯 ，YouTube， 吼、哦，来这里个写海洋之声，英语叫做 Formosa Ocean Voice， 你就使看到顶头几百个我甲郭宏斌教授，阮这人做的所有节目拢伫顶头，包括咱民政府哦，所有的海洋之声，你甲翻作英语叫做 Formosa Ocean Voice， 安尼入去发到两三百个节目，啊，你咪使口音，口音入来，张医师，我替我的朋友问，我就知是你的问题啊，有时啊，即个问题歹细讲啊，吼。好，今天到这，多谢你们，再会。谢谢你。今日，谢谢。